哎，每天看好彩头，就是买东西的，买东西的时候呢，能够知道这个东西的价钱不太容易吃亏上当。哎，哦，看了好彩头，知道估价了，对对对，知道一些东西的价钱大概是多少。哦，那就一定要看好彩头了。天天看才行。好了，赶快来看，有哪些朋友来到现场？我们看看，还有义友队，还有大乖乖、建安队、逍遥队、普德队，还有牙医队，香港。哎呦，还有金门来的朋友。哦，金门队啊，哦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欢迎各位到现场来。 哦，这么多朋友，你们要找一个造型最漂亮的，漂亮，哪一最可爱的、最特别的？哎，我们到底是谁呢？我们来了，万和牙医的。牙医，哎，送什么东西？穿的衣服很漂亮，好，送你法国高级名表、水饺、五包、除潮棒一支、美发礼盒、可爱背包、适合衣礼、龙组，还有澳洲休闲鞋，全部带回家。哎，恭喜！ 这位老哥是超人，刚才呢那位小姐在街上遇到的歹人，超人看到了之后呢，她立刻要发挥正义，她要去救那位小姐。可是糟糕了，她的衣服没有了。原来衣服拿去送洗了，立刻到洗衣店拿出来了之后呢，这时候超人的工人才发现立刻身上变，空中翱翔。此时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呢，超人终于赶到了定点，立刻将歹人吓走，解救了这位小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，最需要进口服饰的是超人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位老哥，你看看他抱的这件衣服哈，这套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进口服饰。你看，买了一年多，它就是舍不得穿。今天呢，终于好朋友结婚，他穿上了。挺拔，英俊，潇洒，本来不怎么样的人，因为这件衣服都显得特别的漂亮了。走出门呢，一定要小心翼翼哦。哎呀，你看，给摩托车一勾
我们都晓得我国进出口的衣物数量非常的多，在外销的总数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，出口的衣服也非常受到各个人士的欢迎。但是朋友们，您晓不晓得我国78年全年进口的女用正式套装它的总金额是多少元呢？哎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在民国78年全年进口的女用正式套装总金额是多少钱？请开始作答。啊，有多少呢？哎，来，写好，我们把牌子举起来。哦，很多人写的太多了，哎，很多人写的太多了。也有人写的刚刚好，哎。对，有人写的刚刚好哦，有人太多了，26亿哦。哎呀，好，好，牌子举好了。哎，牌子举好，我们就不要再改了哈。哎呦，哦，有这个，还有2000多万、3000多万、1000多万，还有700万。再看看哈，这边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几千万，1000万、2000万、2000、3000、3000。哎，来看看就晓得了哈。5000。1、2、3。有的拼，有的拼，都是2000。嗯，很多人都是2000的，来，没有超过的都有希望啊。来看看哦，这一张，哎，是多少？2700，100，600，500，3333，哦哟，那这边6666，5555，好，看看就晓得了，1、2、3、7，啊，2600万。正确的答案到底是多少钱？来，2700万，706万，5356元。哎，恭喜两位！哎，中泰皇家，中泰皇家是做什么？是宾馆皇家俱乐部。哦，中泰宾馆皇家俱乐部。哦，对，看起来那么清纯可爱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那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缝纫机都带回去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哎，来，请跟阿亮过去。来，我们到起跑点准备好啊！哎。把这高级的缝纫机带回家，哎，来，60秒之内把4个颜色球捞出来。哎，捞到白球没有用啊！来，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。走。特别来宾，一起来欢迎吴嘉丽战后男。哎，哎，他一握手，这个力量真大。哎，啊，不要呼呼呼呼！你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大家好。哎，两位是港星。哎，你常常在这个港剧里面啊，或者是港片里面啊，都可以看得到。对啊，曹兰的，你是曹兰的偶像。哎，没有。刚刚听说你来当特别来宾，曹兰就很兴奋，尖叫的要。没有，不过刚刚他出来好像大哥级的人物这样，穿个皮他体格很好。哎，一握手很有力就知道。哎，那赶快来看看，那香港的朋友会划什么拳？哎，你要划什么拳？嘉丽，他可能嘉丽姐姐，是我。哦，四五十五数字拳，哦，五十十五数，这是数据拳，哎，数据拳，数据拳，哎，郑浩南要划什么拳？划那个跟日本人那个一样的，啊，基本的会，哎呀，哦，男女配拳，男女配拳，好，男女配拳，有男生女生玩，好，男生女生玩，我们玩这个数据拳，数据拳，来，对，你先来，我们玩数据拳，哎，跟阿亮，哎，那个。
我帮你拿。哎呀，喂喂，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哈。哎，我先。哎，先。没有。十。是五。五。是。对。什么叫？哎，不对。啊，不对。二十。没有。是。五。行。我帮你摆回来，我要注意听到底是多少，是五二十，哎，是这样。哎，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归我跟郑浩来，男女配权。哎，输了怎么办？输了怎么办？输了你就知道了，哎、你输输看就知道了。来，剪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。我不是输，我故意的。哦，你故意的。他想要试试看输了以后会怎么办？哎、那待会就知道了。让他看一看就知道了。来。哎，数字权跟男女配权，哎呦，要变成庄家汉，还有天才保姆，待会会变成其中的一个样子啊。哎，广告完以后就知道了，输了才会变，我变和你变了，待会就知道了。我们没事，我们没事，只要你敢来，好运跟着来。好，彩头，有看头。皮衣的庄家汉，还有这个可爱的天才保姆，好可爱哦、啊！好了，哎，两位呢，请一边这样准备进行估价，热身一下，来抽三组跟你们估价。好，来，谢谢两位。先休息一下，对对，我们抽三组。先休息，你也要休息了。休息了。休息。来，抽三组来宾，看看谁可以上来参加估价游戏，都会以这个。来，十八号建安。哎，刘凤娇、洪英明。来十九号万和周淑芳陈佩玲，哎这个，来十一号金门杨天进洪丽珠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来来这四组来宾，二帅哥美女，还有接下来是美女，接下来哦还是美女，接下来两位美女，不是一位帅哥这样子，哎来看看估价物是什么东西？打开来看看，哦一个奖杯。这个奖杯有什么用呢，阿亮？很高兴，我要感谢很多人。哎，会笑的奖杯得到奖品很高兴，就拿起来就。哎呀，太笑了，就很高兴这样子，太高兴。哎，只要你拿着它，它就会一直笑啊啊啊啊！好，停了，好。哎，这个、会笑的奖杯。差不多多少钱？第一组，三百块。三百块，三百块。第二组，三百三十九块。三百三十九块，这个蛮便宜的。来，第三组，三百三十。三百三十块。第四组，两百块。哦，来看看哦，哪一组猜的最准呢？听不懂，哎，总是很便宜这样。哎，恭喜第四组。第四组。金门来的朋友，哦，今天有金门来的，有马祖来的，哎，啊，就差没有澎湖来的，东沙来的，哎，赶快来看看阿亮为你们准备了什么奖品，阿亮，来，好彩头开门，法国进口的高级皮件，来，这高级皮件，你看这么多个皮包，全部的皮包都要让你带回家，每一个皮包带在你的身上都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好看。先生小姐，哎，先生可以送给小姐，小姐可以送给小姐的女朋友的小姐，哎，只要是小姐，只要是太太，只要是女士，只要是女生，哎，喜欢高级皮包的人都可以把这么多高级的皮件皮包全部带回家去，这么多个喜欢全部带回家。哎，哦，这么多个皮包，哎，差不多多少钱？我们数字呢，已在这边了，四三一二。哎，但把这顺序组合这样排队以后，这些奖品就都是你们的了。好，差不多想一想多少钱。哎，准备好了哈，先动动脑。哎，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哎蠢龙把关的龙来欢迎我们什么龙？哎，三江三尽五千愁，一片忠心报党国。大龙小龙变色龙，谁能比得上我爱国龙？今天想要过关，不太容易。忘词，忘词。龙，爱国龙，哎，就看你们俩，哎，希望你们俩都能够这样摆对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开始。
来来，几十几百的数字，百的数字，几十几十，好，几百，好，百大数，百几百几百，几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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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来，好，千千放上去，千放上去，来几千，找个数字，找个数字，来来来，快快，几万几万几万，来来来，万，好，不错不错，几万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万万万万万，几万，来，好，来两万几块，对不对？34,120元，对，31,420元不对，再白，几十几十，31,420元不对，再来，来一下，40元，几百几百，几百元，百个数字来，来一百几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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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几千，好，来来来，万万万，几万几万个，来来来，几千几千，数字来，百三，三千，好，好，好，23,140元，对不对？哇，不对，23,140元的不对，还有时间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快，几十几十，几十几十几十，来来，哎呀，看了我们都着急了，动作快，300，几千几千几千，千千千，快快几千几千，来几，啊，万万万万万，几万几万几万，快快，好，来，21,340元，对不对？啊。来几千，几百，手机数字，数字，几千，哎呀，一万这样子，试试看，搞不好蒙到了，蒙到了，说不定。来来，好，来问问看我们的龙，对不对？12,430元，不对，啊，最后一次还是不对，啊，好可惜哦，可惜，可惜。我来看看，努力半天，最后正确的答案到底是多少？来，哦，32,400。进口两位的动作很文雅，这样慢慢的摆，对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还是送给你们很好的奖品。嗯、来，佩佩，哎，你看收到什么可以带回金门？送给这位两位远道来的朋友，汽车百科杂志1年费以及免费租车贵宾卡一张，哎，恭喜！眼泪。好，这位小姐得到的是意大利进口太阳眼镜，恭喜！恭喜！哎，同时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一位望慈龙，望慈龙，再来三组来看看是哪三组，这个，哎，来28号中泰皇家，潘美玲、刘小仙，哎，这个，来7号翼龙，罗文昌、范国南，好兴奋啊，哎，这个。来61号马祖文东，来，哦，还是庄家汉配女，还是美姑家队，还也是美女，然后帅哥美女，然后美女帅哥这样，头发都特别，哎呀，特别飘飘一下，哎，哦，高角度这样，对，赶快看看我们的估价物是什么东西，来打开来看，哎，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哦，像这样子，哦，好像保险箱，对，不对？医药箱，哎，给它打开，医药箱不对，小冰箱，化妆品不对，也不对，打开就知道，都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针线，哎呦，哎，家里面都很需要，相当犀利，哎，还有各种颜色的线，然后有这个，哎，针包啦，还有针啊，别针啊，还有顶针啊，这样子，大头针，大头针啊，尺啊，哦，一应俱全，刀，哦，通通都有，有皮尺、扣子，那么多东西，哎，这么便利的这个针线包包，哎，差不多多少钱？来，第一组，450，四百五啦，四百五啦，好，四百五，来第二组，420。四百二，第三组，570，第四组，500，好，来看看哪一组猜的最接近，最接近又不超过底价，恭喜第四组，恭喜我们两位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，哎，文工队马祖怎么会来到这边呢？来台湾要分岛这样，我们这次哦来台湾巡回表演一个半月，这样全省巡回，全省巡回，巡回啊，对，哦，那就可以去看你们表演喽。那什么时候呢？各地的文化中心都会有贴出场次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到文化中心来参加我们的演出。啊，要29号，29号在新竹，29号在新竹，然后1号是在台中的，对不对？5月1号在中壢，中壢，2在中壢，对，哦，那后面就之后的场次我们还会再协调，再看各位看各大报的那个文艺版都会有我们的宣传播出，哦，都会有宣传，有兴趣就可以去看。哎，看看马祖来的人，哎呦，我其实他们都在那边当兵的，哎，你怎么也会当兵呢？我去支援他们，因为我很优秀，他们也需要我。那我也很难找到一个这样讲的。好，赶快来看看阿亮，这边准备了什么奖品？阿亮，来，好彩头开门。
来来来，让你看三台弹力车，可是我们要送给你五台弹力车。哎，弹力车看起来简单，玩起来不简单。想要真正会玩，把它带回家去好好的玩一玩，又可以健身，又可以运动，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好玩，大人小孩通通可以玩。喜欢把五台高级的弹力车全部带回家。弹力车，看能不能弹回马祖的。哎，希望呢你们能够把这个哎弹力车带回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你的身高一定很适合。来，两位请到这边来准备。哎，我一挥起以后开始跑，别忘了回来要按够。啊，没有，现在不用，你翻了板子以后再按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哎。全部让他带回去。哎，不过你按了两个零，我还是翻了几个。哎，恭喜两位！恭喜两位！只要你敢来，好运跟着来。好，加油！要看我。今天吴佳丽还有郑浩南啊，在刚刚来这边，所以不会估价，都差一点点。哎，哎，不过怎么会来这边呢？这么忙，没有空到台湾来，来宣传。宣传哦，有新的片子要想也知道，那怎么会来呢？我还是送你们很好的奖品，来一人抽一个，一人抽一个，一个人抽一个，嗯，看抽到什么好奖品。好，来，哎，这位小姐得到的是果汁机一台哦，果汁机，果汁机，来，果汁机，来，正好来，嘿，嘿，这个是高级对标。对标，对标，对标，飙车的标，高级对标，哎，恭喜两位，恭喜两位，同时也非常谢谢两位再来到我们节目里面，好吧，谢谢两位，芯片成功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哦，接下来又到了什么时间？哦，花拳绣腿亮亮相，一招本事闯天下，哦，疯了，赶快欢迎卫冕者，来欢迎，哎，希望你们今天也能够过关。好不好？哎，赶快来欢迎今天的挑战者！来，问挑战者。哦，两位有的标，哎，两位都很可爱。白衣天使。哎，白衣天使哦，牙医对。对，牙医。牙医呀，那你帮我看看我的牙啊呀。都是蛀牙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做活动假牙。哦，是。哇，满的真的是牙，什么学什么就会什么。我不敢给他看，我一看整排换掉。赶快来，哎，我们的白衣天使选一个拳来，不不拳，看看是哦中国功夫拳。两位姑娘，好，我他都会了。来，请姑娘，请姑娘猜完拳。娘是秦了，娘秦了。你先变，来，哎，中国功夫，中国功夫，我出战。哇！你输了，你输了，怎么办？还有拳可以扳回来。你要选什么拳？来，来，中间，中间，石头。超人拳。我超人拳就变量的拳，我要的节奏。我变，我变，我变变变。我变变变，好，这样比较不容易转音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我变，我变，我变变变。哎呀，哎呀，一人一拳刚刚好。
刚刚还有最后一拳，最后一个拳，来你拿一拳，黑拳白拳，看看谁输了。二来，黑，黑白拳，黑白拳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拳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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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拳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拳，黑白拳，男生女生配。哎，原本是3000块的奖金，如果今天呢没有积累，是未免成功。哎，说我们奖金就折半了。哎，不过非常感谢你还有你的小孩这样子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。哦，恭喜新的未免拳王。哦，哎，哎，我还没有，因为他来不及了。哎，未免，哎，恭喜你。哎，那愿不愿意再继续参加比赛？愿意，愿意，那赶快来送给你这个拳王的象征，荣誉象征，象征拳王腰带。哎，希望你继续加油。好，哎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就开始送今天的奖品，奖品了。今天要送还是个很好的奖品，送什么？送大家果汁机一台。哦，送大家果汁机一台。哦，没有，一位朋友。哎，送给一位朋友，幸运的朋友，为我们抽一个，来抽一位。今天让阿亮来抽，我今天阿亮来抽，好，来抽。哎，看谁？哆来咪发嗦，这个有这个，哎，好，来来，这个是从台北市北投区温泉路的一位朋友啊，他叫做洪小彤，洪小彤，洪小姐，啊，得到，他写好彩头就是天天有红包可以拿，天天过年，他意思要天天过年，天天都过年，天天不能过年，天天过年就天天长一岁了，对对，可以像天天过年那么快乐这样，哎，拿红包，拿红包，恭喜这位洪丽彤小姐。非常啊，只要你有兴趣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，不管是哪一个项目都可以，对，写清楚联络电话就可以，只要你敢来，好运跟着来，好彩头，有。